昨天下午在小北塘里面放了那个地笼子，现在去收，看我都没睡醒。哎，没办法，去晚了，我怕人家把地笼子收走了。先来试一下这个，看有没有货。第一个，看收获咋样？这里应该不行哈。对，不。太顺利，又没遇过。你猜一下看有吗？有好多。一条。得一条啊。你刚才说第一家只有一条，第二家两条，第三家三条。希望一次，先把它倒过去吧。可能倒得出来吗？应该国家档子就不多，等下问其他档看多不多。嗯。我总感觉它跟你虾哟，出来，出来，两条，你出来了，好，我们去收下一个。果断自己好心，你昨天跳下去的到锅里的，我跳下去的到锅当去了。唔对，你下去了。莫进哎！苹果叫什么？三条？两条，好像也是两条。也是两条，还有弄啥子吗？好像没得。两个草叫等等两条嘛。好像不是，我肥吧肥才两条。我得几家的？好像第七家的吧，第七家还是第八家的。你看，收个七八家笼子的在搁点点子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真是见鬼了！怎么被别人走的？不应该呀，就这一个这个地方。我刚刚在里面跑了好几圈了，没看到。找一下看。小北，这个塘里面的水也太深了，你看，我就站到这个地方，都到我大腿根部了。你肯定也淹了。我要是到中间去，那是不是把我头给淹了？刚刚围着塘边转了一圈，就我找到了九个，还有一个在这，我来来回回跑了几圈都没找到，看，九个就收了这么一点点，应该也够吃一顿了。趁着小北不在家，赶紧把他塘里的野货吃完。小心小北回来揍你，我跟你讲。没事，他回来我已经吃完了。好了，咱们本期的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拜拜，咱们下次见。